从小一起在乡镇长大的胡广生与李海根决定改变命运，到大城市干票大的。在成功打劫了手机店后，逃到居民楼的一户人家避风头，却没想到屋里住着一个瘫痪的病人。屋头有没有药？你不在吗？哎呀，暴露了，暴露了！带钱，带钱！大头，我暴露了，都是你暴露了，晓得不？既然你已经看到我们的样子，但是只要你听招呼，我就不会灭口。没得事啊，好轻松。放松了。放松了，一动不动的。坐得邦硬，废了，惨废了！你莫骗老子！你该行不行算？哎，你啷个态度嘛？现在是哪个账户汽车？你搞清楚没得？啊啊啊！你干啥子嘛？拔钉子！啊！啊！咋子？你又干啥子嘛？上药。上啥子药？红花药。红花药是指跌打损伤的，那个伤口涂不得。先消毒。消毒。消毒。哪个是消毒的嘛？酒精噻。酒精，酒精。哎哎，等会儿。那个怕是有点痛吧？那个不痛。不痛。你啷个痛啊？不是不痛吗？你不是说不痛的吗？他啷个啷个怕痛啊？我是觉得不痛啊，我觉得都不痛。你当然觉得不痛了。咋子咋子咋子？你又再耍我？算了算了，老子一想打死你，行不行？算了算了，老子一想打死你，行不行？坐到纱布都没弄，残废。这是个残废，你坐到坐到。我给你弄个纱布啊！哎呦，我也……哎，轻点哈。好，晓得。你那枪是真的吗？哼，你明天看的新闻就晓得是真的吗还是假的了。真的吗？你今天撞到我们兄弟伙那种杀人嘛的悍匪，算是你中了彩票了。但是莫怕哈，我们都是在你这儿避个风头就走，没得事，你好生配合。那我要是不配合，你会开枪吗？开枪你就死了。那我都不配合。哎，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哎呀，试哈吗？哎呀，这打不得，打不得。你不敢开枪？打不得。老子喊三声。你说三声，你不开枪，你就是个趴皮。三二三四，消下气，消下气。你给他道个歉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要得不？哎呀，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！爷、啊，爷、啊，冯宝娘，冯宝娘，冯宝娘，走走走走，快点走！你开枪噻！你不是开枪吗？走走走，有人！牛奶咋不拿进去？我自己进去了啊！你给老子滚远点儿！你个死老头儿，你今天要是敢进来，老子喊人弄死你！你给老子滚！我走了。啪！走了哈，大姐，再见。你们两个不是悍匪的吗？不是杀人如麻吗？啷个连个残废都搞不定？两个憨批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不是，大姐，你到底要抓子嘛？我们两个就是过路的，你放我们走嘛。一枪打死我，打死就走。
哦，你让我打死你，我就打死你啊！怪他！你是我妈吗？哎呀，你好怪哦！老子有的是时间，来，坐起。咋个还坐起了？走了嘛！大刀，弄点喝的。你还喝东西？快去！眼镜儿，冰箱头有啤酒和牛奶，你喝哪个？牛奶。眼镜儿，他又没戴眼镜儿，你啷个喊他眼镜儿呢？他小时候一个人打死一根眼镜儿蛇，村头人说他霸道得很。哎，你莫理他。眼镜儿，你说我们那个手机卖到好多钱呐？现在不好说，但是保守估计20万应该有的。20万两个人分，一人分10万，我拿8万块钱搞装修，1万块钱搞彩礼，1万块钱买棒棒糖。夏妹儿最喜欢吃棒棒糖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好多回了，就拿笔活一出手，欠了钱，把装备换了，老子挣8K，再给你弄个life，做大做强，再抢回华，来干。拿6万块钱装修可以了嘛？哎呀，做大噻，做大噻。我晓得，那本来娶夏妹儿就是我最大的事情嘛。哎，抢都抢了。哪个不抢银行啊？抢手机店儿啊？手机店好抢嘛，没得保安。哦，那就是不敢抢银行嘛。确实不敢。啥子不敢？老子啥子不敢？现在时机没得成熟，我们刚刚入行，步子要稳，一步一个脚印的来。嗯。我要是你们哈，我第一步抢劫，第二步都是杀人。你咋个硬要我们把你杀了嘛？你又好想结婚，我都好想死。你又好想当大哥，我都好想死。你们两个一枪打死我，就可以出去了。一步一步，筑大筑强。你们今天不打死我，你们就走不成。你们一走，我都喊，一喊，你们又止步于此了。结果就是下半辈子，我们三个人。都是还在这个屋头，相依为命，等死。我是无所谓哈，我早都习惯了。娟妈妈，嗯，你不是想结婚吗？你想结婚，你只能跟我结婚。眼镜儿，你不是想当大哥吗？你想当大哥，你只能当娟妈妈的大哥。反正我是永远不会服你的，永远。啊！他又开始了！哎呀，算了算了。对头，打死我，各自欢喜。眼镜儿，消下气嘛，不要理他啊。有道理，句句确实有道理，但是也不是没得漏洞哦。等于是你永远不睡觉吗？他睡觉了，我们就走了噻。就是。好大个事嘛，不都是时间的问题吗？啊，来，等起，等起。照片里的这家手机店，更搞笑的事情在后头。据手机店的营业员介绍说，这不是几个手机店，而且还装模作样嘞，操到天花板还有一层。我们抢的是一堆。不值钱的手机模型，网友呢就评论说，这俩人成家手机大块，这智商肯定是负数吧？还有网友把他们评为了年度最蠢节目，做了一段很酷的视频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全部都是手机模型，一步一个脚印儿，筑大筑强，敢大声。干大事！我要弄死你们！我要弄死你们！哎呀，你抓！我要弄死你们！不要发疯！你打电视抓子嘛？你不要发疯！哎呀，眼镜，眼镜，为啥子捂着我？眼镜，为啥子捂着老子？Thank you.
老子要把电视台给砸了，把电视台给砸了。走，走嘛，我不喊了，你们走嘛。眼镜儿，大头，眼镜儿，你做啥子？眼镜儿，你别碰我！眼镜儿，你别碰我！不要碰我，我不要，不要，你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，你们走，眼镜儿，你走，走，你别碰老子，你给老子走开，走开。其实我从来没杀过人，连当初说我杀了一个眼镜蛇，也是我在路上捡了一条尸蛇。我不是啥子绑匪，我就是个废物，啷个下得去手嘛？好事空过一把，我的辈子也只有你冤枉了。好，我帮你。我听说人到下边去要过一座桥叫奈何桥，说一过了奈何桥那辈子都翻篇了。秋天的蝉在叫，我在亭子边，莫怕哈，过了桥都翻篇了。我咋死也舍不得，都是们船家喊快点走，我拉起你的手，看你眼泪淌出来，我是阿飞，我讲不出话来，我来着，我讲不出话来。我叫马佳琪，我要说走了。马佳琪，我叫胡光生，眼镜你在抓子啊！我就是抢人家手机模型，警察来了嘛，最多是抢劫犯。你要是这一枪打下去嘛，我们两个就成杀人犯了，杀人犯！眼镜，我求求你，我。
不想死了，你不要开枪。大头说的对，你不能当杀人犯。你们帮我把煤气打开，你们走吧。咱们先死了家的。你先听好音乐。特别是最难得的。来，跟起表姐，现在是秋天嘞，我一哈就醒来，我在哪的？走，你们走了吧。听好音乐。岸边风吹，一个小月亮。走了，快走了。听好音乐。我一天天。